快，水都水的点都非常灵动。这个扭动回来，啊，再来横跨通道比较细，这两个比较短，最后这边可以伸长一点点。东，东写的都好短，好可爱。东大家都写长高的，偏偏他写的长得矮短的，每一个都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矮短呢？哎，这里好短，这里好短。那撇又从这边撇，那那从这边那，好像穿那个裙子。哎，东长长的话，这每次这里都好方。然后这两个装饰性都写的好轻。那这一次这个横画轻，横画轻，点一下带回来，带回来是为了顺便写口。那口又知道开始又要重了，又重又扁，金也是扁。然后中间的竖画也是短，非常的短。平，平，上面很短，然后带过来一点点尖尖的，撇过来，再逆回来，重按滑过去，停，略停一下，然后一样拉下的地方，很快就收尖了。十，十一开始就重按，连笔都懒得提了，再按一次，再滑下来。这有好处啊！行书有时候真的是抄的时候比较快，加一点粗细弹性。那稍微长，没有很长的那，短短的那。折，这个都是按下去写，按下来重若崩云，来轻如蝉翼。哎，真的是在玩那支笔呀、啊！重若崩云，轻如蝉翼。轻如蝉翼啊，翼按下来，滑动，并且侧的带起来，点弹起来，点一下，用力弹上去以后，轻轻的点，这边也是轻轻的撇，然后再轻轻的点。